啊，你像这边可以有一个什么，按一下这个按键，然后呢，也可以把最后的结果帮我把它显示过来的话，有没有清楚？所以两个按钮嘛，一个是把刚刚那两个按钮的做法哈，基本上当然你可以用几个，如果你完全不知道怎么写 VBA 的话，其实你可以怎么样，把刚刚的这些动作哈，把它再做一遍，有没有？录制成句集，录成句集之后呢，把它变成按钮，它一样可以 OK 啦。或者另外一个，就我们刚刚那个步骤，因为刚刚那个大乐透的那个下载是我们一个 step 一个 step 慢慢的去把它写出来，那这边其实也可以写出来 ，OK 哈、哦。也就是说，如果你今天想要怎么样，想要把那个刚刚的这些步骤逐一逐的写，可不可以？可以哦，全部都可以把它变成 VBA， 只是说因为还是太复杂了、哦、所以这里的话我大概就点到为止。如果回去有时间的话你可以想想看，比如你这一题，全部都再把它用那个VBA 再改一下、啊、其实大家也不困难啦。第一个就是说，你刚因为 COMIF 在 VBA 里面它没有对应的函数，所以这个部分也许最简单的话就丢公式，你就把那个 COMIF 把它先丢到这边，然后再利用那个什么的筛选。筛选的话呢，基本上在 VBA 里面你可以用录制的，里面有一行程，其实 它这边里面的话，实际上呢就是利用有一个方法，有没有？这个是我 录好了，而且上面我有把它加注解了 ，OK。因为这个录制句集前面讲过，所以细节我就不赘述了哈。啊，其实最关键的地方就是这个，叫做这个目前的工作表的哪个范围，后面关键的地方就用这个方法。其实呢，我们刚刚用的那个资料里面那个筛选有没有？这个东西呢，基本上在 VBA 里面呢，它就是一个叫做 auto filter 的一个方法。然后后面的话基本上再加上什么？根据哪一栏 ？field 就是哪一栏。然后 criteria 这个是一哦，一二三是一。第一个条件给它什么条件？给它是一 ，OK 有没有？所以基本上呢，将来你也可以自己改写啊。当然顾名思义如果你有 criteria 第一个条件，当然也可以有第二个条件，也就是说你栏位筛选也可以一个条件或第二个条件或第三个条件，它可以其实可以很多条件啊。如果你不要用或，你可以用 and 其实这边可以做很多的这个变化啊。最后当然把它复制贴过去啦，所以其实这边全部都是用录制的，所以这个当然将来如果有时间的话，也许你们可以想想看怎么把它改写成 VBA。那如果暂时功力还不到那边的话，至少吧，你要懂得怎么样把这个东西写成录制成这个句集，然后并且可以执行，这样就 OK 了，清楚，然后按一下又可以把前面的东西再帮我把它全部再做过一啊。其实这边录制的话呢，你可能要注意一点因为这个是跨工作表，所以你可能要注意几点第一个可能你在录制之前可能要先把筛选部分先把这个筛选先取消那也许我录制的话，第一步记得你的游标一定要是在这个工作表里面再切换过来，然后再把游标放在这里，这个动作一定要做到不然的话最后你录下来的东西是不能用的。为什么？因为如果你没有点这个动作它游标不会放在那个储存格。如果你本来已经在那上面，你再点一下还是一样它没有录出那一行所以特别是游标一定要放在这个储存格以外再录制所以一定要把游标放在这个工作表，点它一下，再点这边点这边一下，然后这边打个勾向下填满，再来游标放上面有没有？然后再利用什么呢？资料里面的筛选，然后把这个我们要的打勾然后再游标放在 A2，Ctrl-Shift 向下。这个 Ctrl 选取的话，记得一定要用那个快速键你不能用滑鼠选否则会失败然后 Ctrl-C 贴过去就 Ctrl-V， 这样的话呢，我们基本上就完成了录制。然后再 Run 之前我是建议可以在那个你们的那个录下来的东西上面再加上注解。